团队的优势并不是在于一款产品，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已经积累了8年，然后有17种品类的产品的开发经验，而且是都是智能的，都是跟菜谱内容算法跟设备联动相关，再加上原本美善品这一类的产品，它更多的是只是以煮汤为主，但是有时候的一些烹饪它是需要翻炒的，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设备它可能应该要更像锅，而不像是个杯子。杯子它只能覆盖 blender 这一类的产品的一些功能。对。但是更多 cooking 的这种煮类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功能，它其实更需要是一个更接近锅的形态。所以我们把这款产品设计成像锅一样。那么还从可以同代码为激情用户所有的收费，可以以前做饭、做煮不同嘢嘅经验，都变成我的经验。我们有很多的同事是从 IT 产业，是做 laptop computer， 是做 smartphone 过来的，其实是有一点降维打击，因为我们虽然载体是个家电，但是更多的其实是一些电子控制，一些软件的算法，然后一些硬件跟软件 APP 的一个联动，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能够做得相对更有优势，因为毕竟我们来自中国，那中国其实是在整个供应链的整合上面是最有优势的那一个地方。那再加上我们不单单只是做这一款产品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家电，所以我们已经整合了很多的优质的供应链。对，那有成本优势又有品质优势，所以我们能够把产品做得既性能既好，但是在 price 在价格上面也是够吸引人。其实最基本就是除了设计和研发之外，就最花时间是咩？我哋个产品做完之后，我哋会揾好多用户去做测试，跟住用户测试完之后，我哋仲要系我哋内部测试完之后咧，真系冇问题，我先去推出喺市面上。同埋其实佢睇下好简单，睇我哋嗰、那个呢、这个锅，其实我哋里边呢个锅嘅设计咧，净系呢个不锈钢个形状啊，呢个曲线啊，呢个边啊。入面嗰啲羹位啊，都會影響我哋所有嘅煮飯嘅效果。啊！呢個鍋我哋可能測咗已經超過8次啊，超過100次。哦，咁啊，即係好似啲角度啊，嗰啲乜嘢，全部都係要試咁樣。我哋係不停咁樣做咗唔同嘅形狀同羹位之後咧，我哋揾做咗好多唔同嘅機去做煮唔同嘅菜。係啊，係啊，唔同嘅菜，例如湯啊、炒菜都會做測試。啊！保證係每一個菜啊、湯同埋唔同類別嘅菜譜做出嚟效果都係達到最好嘅。同埋其實我哋啱啱講係個 motor。係咯，佢個轉數同我哋點樣配合呢個鍋嘅根，同埋個加熱個速度嘅温度，都會影響我哋所有效果。明白，即係呢個真係犀利啦。所以呢個點解要做咁耐，就係因為我哋有好多時間喺後邊，明白嘅做個測試同埋做。可能我哋個廚師大大廚嗰邊做唔同嘅菜嘅時候，都要做一批菜，可能做10-20次先有一次最好嘅個菜譜嗰個曲線出嚟。特别介绍一个，就是我们那个套头的老骨头，就是刚刚说的就 Viva， 对，就慢煮嘛，就是这个特别好用。因为我家里面也之前我也拿了一个，是这个插它那个锅里面那个加温那个所谓那个机器啊，明白，对，然后加了一大锅水，然后就温度好烦那个，不方便，真的不方便。然后我们那个机器特别厉害，就是它会控温，我把这个东西插进去，然后这个是什么好处？它不会被用刀去打碎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转，把我们的水炉一边倒一起转动，一边搅动在里面，保持我们的肉，或者说是食材在里面转，慢慢转动的时候，温度是最均匀的去煮慢煮。然后我们设计其实为什么是对称，还有是要防带刀不会跳出。如果说我们想个水炉大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高一点的地方去转。如果是顺一点、慢一点的，会往一个顺的地方放卷，它不是菜谱的需求了。